8700万美金在比弗利山庄，一个传统的欧式豪宅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这边是在泳池的位置，看上去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泳池的 pool house， 私密性非常好。可以看到主体这种欧式建筑的风格，有一个超大的室外的露台，有分好几层。这是第二层，然后最下面一层会是泳池。它的小侧院会是漂亮的这个锦鲤的鱼池，养了好多鱼。我旁边会是一个网球场。进来这边是他的主卧，主卧也是用很多很复杂的装饰，天花板啊，它的背景墙，空间也足够大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可以看到自己的鱼池和网球场，这边是火炉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办公的一个区域。然后穿过来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室外的风景。而且这个隐私树墙是修剪的刚刚好，能够看到远处的海景，然后呢保护自己的隐私。